Hello，大家好。我问大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，就是如果说我给你10万，你是会去囤币呢，还是去挖矿呢？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啊。无论是你熊市还是牛市，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过去币圈的风云，你会发现，真正靠炒币赚钱的人其实并不多。啊，反而是相比较下，那个挖矿的才是最佳的一个赚钱方式。我们只需要从成本、收益、风险三个层面，我们来去比对一下，你就能看出这个端倪。啊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收益。对于收益来说，你买币的话，你赚的是差价，啊，不稳定。更重要的是说，你买多少就有多少，啊，数量也不会增加。而挖币呢，它其实是一种币生币，那你时间越长呢，你的数量就会越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成本，买币的价格，就是说你要在市，你就是市场的价格，你重点是什么时候入手？普通人往往都是不能够去选择最合适的时机。至于挖矿呢，其实你换算下来，你最后的这个成本啊，几乎是你买币成本的3成。就是1/3，这个是还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啊，也有可能是1/5、1/10都不等啊。那至于风险呢，就是我们买币容易，守币难，涨跌就心。我相信经常在币圈买卖的这个朋友啊，就很有体感啊，几乎是拿不住的啊。就是我自己也是，就拿不住，我价格一涨我卖了，然后一跌我说哎呀就得抄底，总是要抄不对。说到底还是一种投机。那这个投机呢，它就不可靠。那挖矿呢，它就不一样。那挖矿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，对于资产的一个长期持有，无论是熊市、牛市，你都能够坚挺住啊，长线收益也是非常大的。好吧，那说到这里，其实你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好，谢谢，今天到这里。抖音。